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系 Fellow Yuki， 今日翻嚟啦。咁最主要咧，今日想讲嘅系啲咩咧？事关咧，我哋小猪啊，上次打完封神啦，跟住之后，其实之前都一直系咁食，佢就帮我加啲护盾啊，呢啲技能，同埋补血啦，嗰啲嘅。setting 啦，咁但系发现就佢自己能力好劲，咁但系劲得嚟，当然佢都会有死嘅一下嘅话，咁变咗佢依家咧嗰个系啦，个忠诚度啦，或者叫做亲密度咧，由30跌到即系得翻5嘅啫。依家佢就轉身咗嘅50咧，轉身咗第一次啦。咁我唔知道之後可唔可以再轉身咁樣啦。但系就同佢合作都合作無間啦，咁所以咧暫時我都唔想玩啦。咁依家咧就想咧去做翻一個寵物神仙嘅任務。咁做完之後咧，咁佢就可以喺個寵物醫生裏邊咧。每日即系凌晨零时零分，即系日本时间嘅11点左右啦，佢就可以回呢个3点，每日对话一次就3点嘅呢个亲密度嘅。我就平时一般咧就回复1点嘅，即系如果你根本嗰啲宠物字嘢去讲嘅话咧，咁个任务点样做咧？不如又開始啦。咁啊，嚟到呢個牛口草原啦，牛口草原地圖裏邊右上方咧，即係大嘅中間位置咧，就有間屋仔。咁屋仔隔離咧，啊行到呢個位咧，我會一直 show 個地圖俾佢，放心。去同呢個寵物字類，即係呢個啦，隔呢個摩根對話，去傾偈啦。跟住佢就會話俾你聽咧。佢就有3個仔咧，就想你揾翻嘅，咁所以咧問你知唔知道仔去咗邊度咁樣咯，係啊。第二個就係指可能話有其他嘢做緊啦，係啦，跟住啦，係啦，咁依家就揀第一個。咁咧佢就會開始揾四個仔喎，原來係。系啦，咁啊，佢有1号啦，跟住有个唔知咩商人子女啦，有个咩唔知咩啦。咁呢个条件咧，基本上咧，你要完成10次以上嘅任务，咁啊先至可以触发，即系大约10个明星啦，类似。跟住佢会叫你揾4个仔啦，即系4个爸爸啦。基本上第一个咧。是要去呢个牛牛草原的左方入口附近，牛牛草原的左方入口附近，因为我都第一次做，以前我都好少做啲宠物任务咧，咁所以多数都好少去练啲嘢，所以个任务咧睇住个任务功能点去做。所以呢啲任務上嘅嘢咧，我就通常都會錄翻出嚟。咁啊，有啲可能話即係特別啲，或者同其他任務有啲唔同嘅話咧，拍翻出嚟啦，做翻嚟講。咁起碼有啲新手想呢啲寵物嘅時候啊，想咩人乜點嘅喎，咁啊，所以就變咗可以回3點嘅啦，回3點。咁啊，去翻呢个地图9点中方噶啦，佢话有，不过佢咧个任务就要准备呢个洋白菜嘅，系啦。咁咧基本上咧，依家咧我哋要准备嘅嘢咧，除咗搵多4个仔之外咧，咁啊即系4只爬爬之外咧，咁我哋仲要准备一样嘢就系、是你身上面必须带一个洋白菜。即系呢个啦，或者叫卷心菜咁样，系啦。
應該係呢個啦，如果冇記錯嘅話。啊，咁打一嚿得咧，都可以防範一隻大嚿成嚿。回廊都會有電嘅，打回廊嗰啲蝸牛，四廿一樓嗰啲蝸牛，唔係四廿二樓嗰啲蝸牛，咁佢都會電嘅。佢依家揾第一隻就喺嗰個咩左手邊，左手邊。系啦，咁俾咗卷心菜佢之后咧，即系呢只佢可以不断咁俾佢嘅，其实咁如果唔俾佢点咧？俾佢买，啊，俾咗佢啦，跟住美味美味 ，OK， 咁啊俾咗两个佢，第二只咧喺呢个嘅帕斯特市啊，或者我哋揾咗东方海角嗰只先啦，系村庄佢。然后呢边呢度位置揾下只传统先，好似我见到系呢个位，系呢只系啦，一号咁啊，揾埋呢只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仲有一只咧喺呢个嘅奥克鲁尼亚东部平原。出口附近的方会堂会商人旁边 ，OK， 咁即系喺个主城啦。咁啊，去呢个山主城。咁記得咧，如果你用呢個飛空艇嘅時候咧，飛空城裏面嘅嘢咧，你睇到啲自由利用佢嘅操作，呢啲先要用，有啲係私人用嘅就唔用。咁呢個就提醒一啲玩緊啱啱開始玩入伏嘅玩家，咁入伏仲有其他啲可能啲鄉間嘅規矩啦，咁自己到時玩到嘅時候就會知嘅。咁啊～遲啲先會詳細解釋啦，可能講緊例如下啲打怪方面啊咁樣咯。我要入伏，當然大家都想做翻個良好環境俾翻當地嘅玩家，太好離譜啦，係啦。東部平原 ，OK， 講翻任務先，去咗南部添。東部就俾錢你啦，辛苦曬。咁我依家係東部航東部軍團嘅人，呢個角色嘅位係。咁我喺個航會商人旁邊，呢只 OK， 佢之後好似會送只爬爬俾你。啊、第三隻呢只，咁对话完啦，对话完之后咧，咁啊去东方海角，东国嚟啦，咁啊揾最后一隻。佢中文譯名咧好搞笑，叫做貪吃的魔波，跟住第二隻叫做哈羅，第三隻叫力奇號，第四隻叫做夢夢。咁我哋而家揾最後一隻係哈羅、哈魯同埋哈拿、哈拿，係啦。咁啊，翻最後一隻講，咁傾完就應該可以翻去。咁啊，最主要想讲就系、是、打怪嘅时候，最好就 set 翻啲字定啦，喺嗰个宠物里边。咁我都 set 咗好多字定。咁有啲可能之前玩咧，第一次玩唔识咧，乱咁学咧。咁依家基本上我就用紧呢一个 100% 啦。100% 系咩咧？系嗰个挡架，我唔记得中文叫咩，即系佢会开个盾俾我哋咁啊。指定對象一定的次數裏面咧，物理攻擊係冇辦法嘅。咁我記得有些魔法攻擊都會有嘅，
咁但係我呢只就冇嘅。第二個咧就次要嗰個能力咧，就係當主人80%血量少於80%血量嘅時候咧，就會對主人發生呢個指令。咁呢一個係咩咧？就係嗰個40%血嗰個嗰個嘅技能係啦，神官即係醫師咧，我哋俗稱醫師或者叫保血師咧，神官裏邊嘅女神的加護嘅弱化版啊，弱化版。咁啊，玩咗咁耐咧，發覺就係好多技能咧都俾啲寵物取代咗，咁變咗可能有陣時有啲職業變咗唔係咁需要，變咗冇人急需佢哋出現。如果係打怪嘅時候，依家寵物都可以代替咗，除非打啲好強力嘅怪獸啦。或者好 level 好高嘅怪獸啦，咁啊有機會。同埋呢只講，佢又冇反應嘅喎，不過應該對話咗嘅啦。咁對話咗之後，應該可以翻去試下先，得唔得？好，咁呢度翻去嗰個寵物醫生嗰個摩根蛤蟆身上同埋對話。咁呢邊會飛嘅，咁行翻去嘅。系啦，咁翻嚟呢度咧，咁我哋行到差唔多翻去噶啦。去翻地图嘅中间位置啦，揾翻嗰间屋仔隔篱嗰个下一个嘢。摩根，大虫蛤蟆。一号就生日，帕斯特士呢一只友好之直，我咪揾错咗咧？似系喎，咦，好似揾錯咗隻喎，揾錯咗嗰隻嘢喎。我發現咗一樣嘢，就係我揾錯咗，佢有個名噶。再睇多次先，我再睇多次。啊，係啦，同埋我個職業咧已經去到3月啦，基本上去到50咧，咁啊。job level 27，咁基本上我都冇咁多技能，上下學招啦，兩招啦，咁因為前期咁所以我都兩集啦，睇多次先啊，揾個仔 ，OK， 第一隻食方啦，俾咗，第二隻一號喺嗰個東方海下俾咗啦，第三個。呢、這個應該是在城裏的大概，但是太遲了，這個在那個雙人隔離那隻，叫這個名字，我是找不到這隻，這隻應該找到了，這隻，咦？這隻在哪裡？應該好像有幾多人同埋，有兩個名喎，其實點算咧？中間嗰只就肯定揾到噶啦，咁啊，河北商人隔離啊嘛，呢、這個應該係，係呢個名嗰、那個。哦，呢、這個係嗰個中間城個名。試下再揾下先。个名系个名，
你如果兩隻揾到㗎啦，三隻都揾到㗎啦。啊，係單爭前一隻嘅啫。個名唔係嗰隻，係錯位。佢係只喺呢個中國裏邊㗎啦。唔通我揾錯咗？先睇下，睇下先啊！廣場行會商人行醫，就唔係呢一隻，我記得好似有兩隻咁喺度，有兩個商人。哦，呢度，唉，真系，唉，真系 perfect 咗啦，唉，哦，揾到就 OK 啦，好，揾晒啦，基本上喺呢个位置，咁依家就翻去啦，回音啦。好啦，咁翻嚟咧就同呢个摩根摩根对话。哦 ，Candy 的 skin 系啦，冇错，好安全，冇问题嘅，好健康。再入嚟呢间屋仔同呢个对话，咁佢俾咗啲爬爬你，啊，俾咗啲爬爬你，佢可以装嘢嘅。咁啊，应该可以知啊，呢个系咩？一部分的魚雲是 level 50以上，咁呢度啦，咁啊，一次咧可以回復三點，咁我就需要呢個醫師神仙幫我救翻我呢只我呢個嘅小豬，咁我遲啲應該會買埋嗰啲四葉草藥啊，嗰啲唔知咩回復嘅，同埋呢個親密度嘅道具啊，回復翻曬，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啦。咁另外就佢一個 account 咧只可以做一次咧，咁所以咧應該同帳户裏邊咧係可以恢復9點嘅生命值。咁但系如果呢个宠物咧俾咗隔离咧，变咗我要升嗰啲能力咧就会降晒啊，咁所以都冇办法。我唔知咁样会唔会有影响啊？唔系交易情况之下做，系啦。咁今日最主要讲呢样嘢嘅啫。咁同埋咧就 show 俾大家睇下呢个情，呢、這个景咧真系几靓。虽然不是背山面海，啊唔系喎，都系背山面海，话后面海嚟，系嘛？呢个牛口草原东方海峡之城，哦，得，其实呢啲地图真系整得唔差嘅，其实山地嗰时，山底嗰时 ，OK， 好啦，小猪表演一下咧。咩表演咧？明得，耶，系咪好 Q 咧？再嚟多次，哈哈，系啦。咁今日咧到呢度先。咁基本上咧，暂时就如果有咩问题就问我啦。咁喺下面留言啦。咁如果中意呢条片咧，记得揿个 like 啦。拜拜。